回家啦，到家啦。大爷回来啦，回来啦。干什么？饿了，饿了。哟。很漂亮，是呢，二位真是那个是。这个开心果是不是？哎呀，我真就是那个，没错，我真就是那个什么鬼。怎么还是做？这个天就是。啥样子呢？天就是开心果，一滴的。好深的是。一滴。참빈곤없어요네자세면너그죠빈곤이니자오늘네로들받았지오늘왜그거야엄마제시한채제가일치있어지금도를치자은혜은혜만주면제일좋아아이사람나가야겠어오늘다음집에다음집에끼네로들다이은근제가나가남지났지그치오늘은大家好，我是吴英嘎，这不还离过年很近很近了吗？所以我们就要过年的时候吃什么呢？吃包子，给客人包饺子吃，不是现场包的，可能我们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就要提前包好冻上，纯羊肉馅的哦。我们包的每一年包的包子都会量很大很大。如果大家看到了会怀疑人生的那种，哇，这个量可能我们一年的量。就是今年呢，因为疫情，去年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依然是像往常一样包的挺多，但是也剩得多，所以我们今年就包的会少一些。刚开始是跟这个一样这么大的一个馅儿，然后昨天爸爸妈妈包了一晚上之后呢，剩下的这个馅儿，然后半麻袋米面，半麻袋面。刚刚看着还挺小的样子，但是其实实际上是不小。哎呀，那个灯多久的呢？嗯。多分多分两分钟，那个灯总共几个？嗯。哎，我灯灯那个很久了。这个没什么，他那现在不行。哎，你还弄这个灯？这个人还有多少几个什么？예전에하이트입니다또하자고하이트입니다예전에막고我爸竟然逃跑了，我妈说给他发个炸弹。来给地方准备年货。过年的习俗这些呢，除了自己的民族特色之外，还需要按照当地的一些气候条件、生活习惯去定的。比如说我们现包现做的话，在过年初一初二来那么多人了，我们现包现做是来不及的，而且我们还要喂牛羊，就是很忙，所以我们就是要提前冻上，而且我们有-20多度这样天然的大冰柜，提前包好呢，完全就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这儿有一个说法，就是，串门的过年时候串门的客人不过夜，他待的时间也就是个半小时、一个小时，所以这种时候我们就现包现做，让他们吃是完全来不及的。过年拜年的客人不会停留那么长的时间。就是要提前包上。
去冻上。全家都忙着包饺子，你们三个竟然在这睡。快包完了。哇，这么大的虾。包完了啊。在那边。哎呀，最后一个来干的。哎，哪个是上面啊？包子是这样的啊，包子是这样的，看。就没有任何像灌汤包那样下在里面皮子里面晃动的余地，就是塞得满满的，塞满了整个皮子的角落。这个也是汤汁满满，咬一口吸一吸，然后再去吃。因为这个包子包的时候过程比较慢，所以我们可能是更多包的是饺子，会比较快一点。如果在除夕夜的话，我们会包全是包子。因为它是圆形的，而且呢，里面的馅儿是满满的，所以就是圆圆满满的一个象征。欢迎大家过年的时候来我们家吃饺子啊！今天晚上有100多个饺子，昨天晚上爸爸妈妈也包了100多个，那合计起来应该是将近300，但是我们还不够，会接着再去包。你看这个量。在这里冻上的就是今天晚上包的所有的包子啦。我们过年的时候是包几百个包子的。